我觉得我是努力型，我们没有太多天赋。那我也觉得自己是努力型还是天赋？努力型，我觉得我还没。我们一起会在现场跟导演讨论，我们这场戏要怎么拍呀？怎么拍更好？通过我们这个讨论，就能感觉到他对他的角色非常的有想法。剧里本身剧本都很不错嘛，他会有更多很新颖的东西，说哎，导演我们可不可以这样？或者浩存你可以这样吗？我说可以啊，我们就会一起创作。这个如果一定要说一的话，说的话就是林毅老师的眼睛，因为每次跟林毅老师对戏的时候，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很多情绪，所以看着林毅老师的眼睛演戏会非常的有代入感。没有没有，这互相学习，互相。虽然我在你身上学习到很多。哎呦，是吗？我也是，我也是。那场戏我们3天拍完之后，我去看，啊，原来是受伤了。那当然有了，而且还有一场戏也是打戏，是他帮江小源去打走那些欺负他的人。